石总，刚刚收到消息，苏医生在战俘管理所被袭，走看看去。嗯。 中那刀啊，离心脏只差一指远了。我做了个美梦，梦到我哥了，就是这。如果你没来，那多好。我希望这个美梦永远不要醒来。你看清楚了是谁杀你的吗？ 再待下去，你会没命的。我会尽快安排你出院就医，这样也方便我保护你。不必了，我已经亏欠你这么多了。你还有家人需要照顾，从今以后我不希望你再来看我。哎，咱们是生死之交了，不用客气。再说我有家人，你就没有吗？ 好好养伤，平安回家，这就算报答我啊！好好休息吧。 用最快的速度安排苏医生出院就医。在这之前呢，不要离开医务室。要不要通知苏医生的家人？ 听说了是自己人，那干嘛还那么客气？拿回去，拿回去。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啊！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不能乱来的。说真格的，今天我们夫妻俩有一件事情想要麻烦您。说。哦，事情是这样的，啊，也算我们倒霉呀。 好不容易呀，有一批很重要的药材，千辛万苦的从内地要运回上海，结果一到了码头，就被那群三，三什么？三青团。对，被三青团扣住，说我们那个是日本人的东西，遗产要没收。天地良心哦，这要叫我们怎么活啊？我们家庆贵这几天头发都白了好多呢。 老叔，包在我身上。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马长官。嗯，这批药都是什么药啊？奎宁。奎宁，治疟疾的吗？哎，要那么急，想到买家了吗？ 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呢。马长官，既然哦，你跟我们家庆贵这么熟，那我就不瞒你了，这批货早就被定了，而且价钱还很高。是那个陆军医院的院长，姓杨。上海陆军医院。嗯。杨院长。 哎，是是是是是是，哼，有机会倒是可以结识一下啊。是是是啊。哎，马上校，那您忙吧，我们夫妻俩就不打搅你了，我们先走一步。来来来来来。
这拿回去，拿回去，不不不，拿回去，不不不不不。马掌柜，有空来家里坐。哎呦，哎呀，哎呦，你在干什么啦？你这个女人怎么像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啰里吧嗦的讲个不停啊？我在旁边一直跟你使眼色，使眼色，眨呀眨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还堵不住你的嘴。你少说两句会怎么样？说什么说？货能拿到是最重要的，跟他说有什么要紧的？你哟，你也不想想马上校是什么样的人啊？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呐，无情无义，吃人不吐骨头的。我是怕你说太多了会影响到杨院长，那就不好了。杨院长他出那么高的价卖咱们的黑市货，哎呦，我在想啊，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哼，我才不相信呢。哎，他是军统，哎，又不是阎罗王。真是牛迁到了北京还是牛哦，不说了，有理说不清。哎呦，啊对了，我过去一下，您在这里等我。你要干嘛？哎呀，别问那么多了，等我就对了。哎呦，去查查看啊，国军最近各大战区还有上海本地有没有什么疟疾的疫情。那杨院长要这个奎宁怎么要的这么急呀、啊、另外去了解一下这共军的根据地最近三个月有没有什么别的疫情。好，如果他真的有问题，是抓还是先养着？我们最近确实要做出一些成绩出来，别让人老盯着蒋景星这件事。抓吧。好。马上枪啊。哎呦，苏老板，什么东西忘了是不是啊？哎，不，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情啊，我想要拜托马上校，求求马上校救救我侄子。你侄子啊？谁啊？你最近有没有看报纸啊？就是那个在法庭上作证的那个台湾兵啊，他名字叫苏台英，他是我儿子。哎，不，他是我大哥的儿子。哦，哎呦，这事儿我不方便插手啊。啊、哦。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张飞营管理所吗？听说再过一阵子就遣返回台湾了，这不是挺好吗？哎，是，哎，不好啊，长官，可是现在那边呢，有人要他的命啊。哦，马上校，我知道你神通广大，拜托你了，求求你帮帮忙，想个办法把我侄子给救出来好吗？哎呦，这有难度啊。哎，马上校，你就可怜可怜我，我现在除了你之外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对，我出钱，你开个价吧。不，这不是钱的问题，以咱们的关系啊，这个忙我自然是要帮的。好，谢谢。这关键是这我的人去了这个战俘管理所，怎么才能让他相信他们是你委派去救他的呢？哎，也对。哎呀，哎，对了，我侄子有一个背包掉在码头，被我捡到了，现在我在保管呢。我可以从里边呢拿一点这个物件出来当信物啊。谁啊？啊，何小姐，你不是说屋里光线太暗吗？
我来给你换个灯泡。哦，来了。带走。喂，你已经暴露，军统的人正在来抓你的路上，立刻停止所有联系，火速离开上海。好。我喜欢鱼，因为它漂亮。看看，多漂亮啊！啊，如鱼得水呀、啊。姑娘，看起来我们是有点过分了啊，让你流了这么多的血。说吧。谁是你的上线？没有人，就只有我。你不说好，你当我是80岁的老太太？看来你还不够清醒。你需要我们再帮助你一下。水接触多么亲密无间呢、啊、站在你旁边的两个男人呢是蠢货，我早跟他们说了，擒贼要先擒王，没搞清楚你的上线就把你给抓来了，结果呢从你这儿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让你受苦了。这感觉不好受吧？主任，这次行动是马上校的命令。慢，姑娘，让你喘口气，听听我们党内的机密。快说，我们不抓人也不行了。这个何英因为报道蒋景兴的事，宪兵队、中统还有三青团都盯上了他。
不抓，人全被抓完了。就这样，因为抓他们，我们的车牌号被他们抄了。这几天，秦洛人马都在要人。他们算个鸟啊！我们才是委员长的直属部下。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反正场面混乱，就算是误伤同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懂吗？嗯。姑娘，再让你这么反反复复的，我也于心不忍呢。对。说吧，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跟谁联系啊？你到上海来是什么任务？还是不说啊，姑娘。那好，我也就不再跟你废话了。今天晚上就让你好好的喝一喝黄浦江的水，那味道不太好。退房了，什么时候的事啊？就昨晚，他说要回老家一趟。嗯，我也没听说他要回老家呀。嗯，签名，把他结账时的签名给我看一下。哎，姑娘，我这小旅馆没那么多规矩，他付了钱就走了。这弹孔是怎么回事？弹孔？什么弹孔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君爷，姑娘，你们就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はい。私は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孫殿人に会えて本当難しい。その機会のことはいつも探らなかったです。江津行案の特別改札目をすぐ来るでしょう。そのことは長官にあまり良くないです。私は心配です。安心して。全部のことは俺はやってします。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姑娘啊，我对不住你了，多包涵。しかし。数隊員が生きてます。ジャン・ジンシンの保護を受けて、そして今夜は数隊員がここを出て外の病院に移され治療を受けます。こうなると抹殺する機会が遠のきます。いや、今夜は塩しよけた。我们是来接苏台英的。苏台英，那个台湾医生，他已经被接走了。什么？
你的行李落在码头，是老板拿回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纸本针是你哥哥送你的。对，我要跟我叔叔说。行李在码头，叔叔在那边。你先去吧，我这边有事，还不能去。你去吧。什么？谢谢。台杰，台杰啊！是怎么回事？我已经问过了，他们说他们营房不够。怎么会这么乱？我刚才梦见你二哥，我浑身都是血。妈，这几天我看到那些战败的人，怎么会这么狼狈啊？妈，别担心了，哥哥是日本兵。战败的人不是会更惨吗？我前几天有去兵役所打听过，运兵船什么时候会回来，还是没有消息。台杰，你去帮妈生个火。妈，你要。妈是想把面线煮一煮，分给他们吃。李湘背井的，
还要睡在人家屋檐下，实在很可怜。如果台昌台英他们也是这样，我希望有人能对他们好一点。好，妈，我知道，我现在就去。数隊員も女性記者も死にました。閣下がチャン・ジンシンを倒し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奴は誰もいません。中国には白地千里は走るという古い古道技がある。武士の名誉にかけて誓います。この件に関して一切漏らさないと誓います。もちろん信用している。西片，除了是让我背黑锅，让我出去当耗子躲起来。主任，您的车备好了。知道了。年轻人，不要以为我不在就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出去几天避避风头，我会回来的。马长官他离不开我。好，不过。不过什么？说。我一会儿有紧急任务，就不能送你了。什么紧急任务？恩什么恩，支支吾吾的说。啊，是秘密任务，马上要逮捕运输镍基药的共党分子。那个卖镍基药的共党分子找到了吗？找到了，已经监控起来了。我去了之后，马上实施逮捕。这件事情马上校搅拌了那么久，终于有眉目了，没理由让林超这小子占便宜邀功。哎呀，年轻人啊，这个共党分子可非同小可，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你可担待不起啊。这样吧，我还是晚走几天，我亲自带队逮捕这个共党分子啊。是不是有人救你出来了？太好了！哎呀，傻孩子啊！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哎，太英啊，这是叔叔的家，你回来干嘛偷偷摸摸的，像个贼一样，吓了我一大跳。叔叔，我问你，今天晚上是不是你派人接我的？
有，我是有拜托人去救你，但是对方并没有告诉我就在今晚呢。啊，有，哎呦呦呦呦，你是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哦，事情我想一下子也解释不清。总归一句，我现在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叔叔，你不要多问，知道越少，这样对你越安全。我先走了。哎呀，叔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你也保重啊。哎，太英，你等我一下。蠢货，李超，我要抓活的你把他打死了怎么办？再开枪我先毙了你，蠢货！弟兄们，分开找，抓活的。李超，你带两个人往那边。现在外面很乱，万一碰上什么事，说不定还可以帮你呢。啊，记得回去之后告诉你妈，是叔叔救了你的。啊，小心一点啊！哎呦，就。没用的手术，没用的手术。哎你小子磨叽到现在才来，你想要我的命啊？快点帮我！没错，我就是想要你的命。
今晚这里没有共产党，只有你我还有那个假洋之杰，可是他是我的人。你知道老冯最大缺点是什么吗？不知道。他御下无方，他对他手下不是打就是骂，又不给好处，时间久了谁愿意跟着他？所以他一辈子啊，最多也是个外勤的命，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不说做事有股狠劲儿，我挺喜欢你的。你以后呢，做事再稍微谨慎一点就好了。好好的跟着我，不会亏待你的。嗯，明白。报告长官，接苏太英的人失手了。苏太英人呢？现在正在找。立刻加派人手，严密监控码头、火车站这些地方，快去。是。爸，那个苏太英在战俘管理所受伤了是吗？嗯。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早告诉你不等于泄密了吗？嗯。别担心啊，已经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报告师长，刚才张副官来了一个电话，有人在他前面把苏太英接走了。韩明在哪儿？他现在正在带人去找他。带我去。我也去。凑什么热闹啊，在家待着。我叔叔给我一张票，明天我就离开上海。下次吧，下次我再来上海我会找你。
断肠人月下独。